真成收垃圾的了，我开春三号变成你的小跟班了。我的名字叫陈伯谦。先别急着废话，来看看这个。什么意思啊？要么和解，要么走法律程序。产权官司。 没那么容易赢的，我没说一定要赢，但是我有的是时间跟你耗。你想干嘛呀？风铃草，你沈凌要的，这个你就管不着了。那我要不同意呢？一份声明，你吓唬我。一份不够是吧？还有这些，这些年被施恩侵权剽窃的受害者，还真不少啊。 这个圈子也不大，这些恶习一旦传出去，后果会怎么样？你很清楚。你有24小时，也许你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律师。走了，向右吧。 陆总，你真厉害，才这么几天你就搞到这么多的声明。你怎么把它扔了呀？用完了，所以就扔了。该不会只有我的那份是真的吧？你就不怕默许当场打开吗？你看过《斗牛》吗？被激怒的公牛只会盯着红色的斗篷，却忘记了斗士本身。 喂，牛王大人，有什么吩咐吗？到哪儿了？现在在商场的车库，准备跟着他看他下一步行动。跟紧点啊，千万别跟丢了。知道。目标出现了，先这样，我先挂了。 跟着呢吗？现在在一处高级的别墅区外面。高档住宅区是哪里啊？这里是水中天。
喂，王爷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家门口啊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千万别回家，默许在你家门口呢。什么？看清楚撞你的人是谁了吗？默许。我先送你回家。哇，真人版《速度与激情》。这样回来了，你竟然就这样回来了，你是不是个男人啊？我怎么了？我美人得要英雄救，我自认我不是英雄。万一没人救他呢？万一陆准没有出现呢？你放心吧，就算陆准没有出现，默许也不敢真的装神烟的，他又不是笨蛋，杀人是要坐牢的哦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很了解默许吗？了解啊。你认识他？不认识，但是我这个人从来不做没有准备的事情。你让我跟踪他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查了他所有的资料了。从他的处事风格可以判断他的个性，所以我就大胆的猜测，他不敢真的装沈依恩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依恩当时多危险，你不能光站在那儿录像啊。喂，你沈依恩的命是命，我的命不是命啊。你都知道危险了，我怎么能去？再说了，我是替你去跟踪的哦，我不是替你去玩命的。那后来呢？哇塞，进屋之后我还能拍啊，再拍下去我真的成偷窥狂了。喂，我没事了。你放心吧，我没事的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先挂了啊。陈恩。原来他早就安排了一个人调查默许，最近他刚好一直跟着他。今天还是多亏了岑卫提醒我，不然我都不敢想象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今天我带着陈默谦去见了默许。他拿着假的维权声明去吓唬他，我想他真的是被逼急了，所以才对你下手的。好在我赶过来算及时啊。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我会原谅我自己。你别这么说，像他这种小人也只是吓唬吓唬我，难道还真想把我撞死啊？他也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向你施压，让你不要阻止风铃草的发布会。你怎么打算呢？要不然我们报警吧。他现在严重的威胁到了你的生命安全，他的所作所为小区的监控一定记录下来，他跑不掉的。我觉得还是不要报警，我一定要知道真相。伤害我的，他不敢。像他这种越邪恶的人，其实胆子越小，否则也不会只在背地里耍手段。我不会被他影响的，我一定要等到那场发布会。
看他是不是真的有齐磊的消息。谢谢，还是让我自己去面对吧。像是他们在骗你，他们想利用你的感情。依恩，你跟我来。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这场发布会根本就是默许设下的局，他从一开始就想踩住我们上位。从法国的秀到诗恩的新款服装，到现在风铃草系列，都是他的计谋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想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。我要找到答案，我必须要看这场秀，我要弄清楚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。他手里有齐磊的手稿，有齐磊的照片，如果齐磊还活着，那他就是唯一的线索。伊恩，根本就没有齐磊。住口！青言，就算你不想支持我，也请你不要再拦我。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阻止，包括你。钱呢？不用理他，进去吧。哦。
我伸出手，却又往回缩，又怕错，又害怕错过。贪恋才会迷惑，我的意志左右在湖泊，像割舍，眷恋又不舍。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到施恩的新品发布会现场。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们会把现场选在这里？其实这跟我们这一季的新品设计主题有关，风铃草的花语。传说风铃草的花语是永远的等待，一生的承诺。这么浪漫的花语是寄予每一个收到风铃草的人一生的幸福。正因为有了这个含义，所以我把现场布置成了风铃草的生长地。在这里，我把风铃草的祝福送给在座的每一位，希望每一位能够穿施恩衣服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。最近有很多关于施恩抄袭的丑闻传出，在这里我要替公司澄清一下，我们并没有抄袭。我作为设计师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剽窃行为。今天大家所看到的风铃草系列，完完全全是我的原创作品。谢谢大家。你站住，把话说清楚。齐磊呢？他在哪儿？他为什么没来？我有说过齐磊要来吗？沈总，你记错了。我好像说的是想知道问题的答案，发布会见。齐磊的手稿，你是怎么拿到手的？你那么聪明，自己想办法。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就别想走。你想让我说什么呢？我就是叶奇磊。
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啊。怎么了？你们俩还真是。说，齐磊呢？答案那么明显，自己猜不到啊。我在耍你呀！我之前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顺利的完成这个发布会，让所有人相信风云草的设计是我。你别走！我叫你别走！看好这个女人，不然我对她不客气。你别走！你放开我！别走！你也算是看清楚了，这是个骗局，这是骗局。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一定会把真相查清楚。事情需要我弄清楚了。默许他是怎么拿到设计稿的？他又是什么时候见的齐磊？齐磊又怎么会把风铃草给他呢？难道他是被默许威胁了，还是被他骗了？这一切我都要弄清楚。非要这样吗？你终于出现了，你找我什么事？你怎么还可以这么镇定？风铃草的事儿你知道了吗？默许说他才是设计师。你看到新闻了？我不看新闻我都能猜到，啊，就像我说的，默许绝对是把齐磊当作武器来打击伊恩，他根本就不是齐磊的朋友。啊，那设计稿肯定是他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拿到的。伊恩就是太单纯。才会相信默许说的话。啊，说到这里，你今天后来去哪儿了呀？怎么也没有留下来把秀看完啊？看不下去了。看不下去也得看下去啊。你知道吗？后来老大是和陆准一起走的。哦，那又怎样？一起走又不能代表什么，反正他们本来就住在隔壁啊。你能这样想当然最好了，我只是担心。担心什么呀？担心你说的和你想的不一样。喂，喂。是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临时约你出来吃早餐，不耽误你的工作吧？陪您吃早餐比什么工作都重要。心里那么多事，嘴还那么硬。风铃草的事我都已经听说了。
是不是有人到您那儿说了什么闲话了？对不起，老师，又给您添麻烦了。添什么麻烦？现在有人针对你，我当然要站在你这边。更何况，风铃草本来就是齐磊设计的，现在齐磊不在了，我们当然要把它拿回来。可这毕竟是齐磊个人的东西，如果上升到公司层面，我怕有人会有意见。有什么意见？风铃草是齐磊的，就是爱丽丝的。这次孙彼得。 不仅针对的是你，也是针对的整个爱丽丝。于公于私，我们都应该反击，拿回风铃草。不过我看这次孙彼得得意忘形的样子，他不会那么容易放手的。不管他放不放手，我们都要夺回风铃草。燕，我已经做了决定，爱丽丝全面支持你，收购诗恩。 牛仔带领衬衫，最普通也最经典的搭配是里面配一件白 T， 这能轻松地勾勒出女性活泼的一面，既随性又有一点复古。但这样的穿搭不太有个性，所以我用了不同色调、不同质感的牛仔做高级感混搭，把裤脚和袖口随意的卷起，这样更能显出时尚前卫。另外再配上大廓形皮衣，能营造出强大的气场来。 你觉得我会同意你把这身衣服摆在店里面卖吗？我看过您的专访，您说 lazy 传达的是一种生活态度，就像我搭配的这件衣服一样，既有慵懒的一面，也可以给别人一种职业干练的感觉。缺少点色彩，或者说，不错啊，我很欣赏你的搭配理念，有品位。 你怎么了？要不是突然袭击，我还真不知道原来 Lazy 的设计师个个都不简单，年纪都不大，却非常有想法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 Alice 的 CEO 沈岩沈小姐。沈总你好，这位是我刚刚签约的新人设计师陈伯谦。你好，沈总你好。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去工作了，你们聊。 你是从哪儿挖来的设计师？很有潜力啊！能得到你的认可，看来我的眼光还不差。最近我在做一个新人培育计划，新招了几位年轻的设计师，陈伯谦就是其中一个。你看，这些就是那些孩子设计的。这些设计都很不错嘛。设计圈向来有很多的人才。 不过同时，他们的竞争也很激烈，你愿意给新人机会，是一个大胆尝试。不完全都是新人，其中几位在施恩任过职。那你从施恩把他们挖过来，应该花了不少钱吧？并没有，他们都是被施恩开除过的，设计上多多少少都被剽窃过。 这很符合施恩的做法，孙彼得再这么下去，迟早得把自己玩死。你来找我，并不是想说这些吧？我为了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想问你借个人。谁？陈伯谦。好。你别乱想。 哦，不是，不是这样。说吧，怎么样？为了风铃草的事儿，你想利用施恩剽窃陈伯谦设计的这件事情作为筹码，逼孙彼得就范？嗯，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既然他们的设计被施恩剽窃过，我为什么不可以用我的方式替他们讨回公道？ 这招是我玩剩下的，我想他们没有那么傻吧。我还有别的计划。好球！
漂亮，干什么事儿都这么漂亮啊？风铃草一个星期内涨了3个百分点，沈月那边有没有什么动作啊？估计他应该得缓一段时间。缓是肯定要缓的，但是听说最近 Lacy 很火啊，路转还是有两下子的哈。那他就是我们下一个目标。你这个人啊，脑子真的很聪明，就是死脑筋。我们为什么非要跟 Lacy 对着干呢？我们完全可以跟他们谈合作，何必再树一个强敌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拉拢陆转？我这个人啊，就喜欢交朋友。改天约他出来。嘿嘿嘿嘿，这么的。没事儿，你吗？我没事儿，你不用那么紧张吧？我不用那么紧，刚。下次跑步的时候能在边上跑吗？我是在边上跑的呀。不是，你没事，你出来逛什么呀？你不怕默许再对你做点什么？怕就说明已经输了。风铃草是齐磊的，我一定会从默许那里把风铃草拿回来。我准备好迎战了。我支持你。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你，默许这个人做事情没有底线，没有原则。如果你真的打算跟他对着干，我还是挺担心的。上次的事情是他在向我挑衅，我不怕。不管怎么说，小心点没错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的提醒。你真的打算用陈伯谦来对付申？嗯。我已经想好了。这孩子虽然年轻有冲劲，但是经验不足，这张牌不太好打。我有心理准备了，既然这张牌是我来打，输赢全在我。感觉我刚才所有的话都是多余。好吧，我等你好消息。好消息。你怎么了？老毛病没关系。我回去休息一下就。Thank you.
神作。上车。陆总都跟你说过了吧？是，非常感谢陆总还有沈总愿意给我这个。客气的话就不用说了。你觉得你的方案怎么样？我觉得我在很多方面可能经验还有点欠缺，想法也不是特别成熟。这个方案我自己是觉得还可以的。如果你觉得哪里不够好，我可以回去再改一改。那么不自信的话，你现在可以马上回家。就算是真的心虚，也不能让人看出来。你要记住，你现在是我的人。我明白了，沈总，我代表你，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。不是让你代表我，你还是做你自己，我会帮你的。计划书我已经看过了，很精彩。谢谢沈总。不用感谢我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争取来的机会。各位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新员工陈伯谦。伯谦是我新聘请的设计师，希望设计部的同事以后可以和他互相配合，大家都是公司的一份子，所以要一起努力。沈总，这是我的私人助理胡文熙，他一会儿会带你去人事部办入职手续，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问他。谢谢沈总，那就麻烦你了 ，Miss 胡。好，那跟我走吧 ，Mr. 陈。是沈总直接面试来的吧？不是，其实也是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其实我是陆总推荐来你们公司的。陆总 ？Lazy 的陆总？对，就是他。那这么看来，你还挺有本事的呀！沈总和陆总都认可你呢。要不是陆总，我现在还在湖边给别人画肖像呢。哎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嘛。你之前不光在陆总面前发光，还招到我们公司来了呢。Miss Wu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，绝对不会辜负沈总和陆总对我的期望。你以后能不能别叫我 Miss 胡啊？那我叫你什么呀？你可以叫我胡文熙，或者直接叫我司令。好，司令姐。对，秦总，你和陆卓什么关系？上下级，不，以前是上下级关系。说漏嘴了吧？你到艾丽斯来，到底什么目的？工作呀。替陆总工作。我来艾丽斯当时替艾丽斯工作，替沈总工作，替您工作呀。替我工作，好。帮我把铅笔削了。好。还有这些。然后这里是会议议程。
你先出去吧。好。怎么了？我到底是不是设计部总监？你当然是了。那为什么设计不招人，也不经过我同意？我身为公司的 CEO， 连招个设计师的权利都没有吗？可是陈伯谦是 Lazy 出来的人，难道你就不怀疑他动机吗？ Lazy 出来的怎么了？你能不能不要事事针对陆准？你能不能偶尔听听我的意见？你现在是要跟我吵架吗，秦爷？这里是公司。公事当时在公司时候，你就那么怕我提到陆准吗？这有什么好怕的？设计部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还是出去准备准备吧。最颠簸的那条。